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莲藕蒸肉饼。我这个梅头猪肉300克，莲藕一节有200克，我会将它去了头尾的藕节和皮的，估计剩下100克，姜一小块。蒸肉饼最好用三肥七瘦的梅头肉，你可以自己剁烂它，或者叫肉铺帮你搅烂它都可以。我哋将呢个肉饼调一调味先，俾少少姜味落去，大约一个汤匙嘅蚝油，些少嘅胡椒粉，一个茶匙嘅糖。我哋俾少少颜色佢，俾二分一茶匙嘅老抽。不要给太多，这个盐呢生抽那些我未放住的，一阵蒸完之后呢我会沾一点蒸鱼豉油，如果你不沾蒸鱼豉油呢你可以现在放一点生抽或者盐的。我这里呢是一个汤匙的水，我们加入一个汤匙的生粉，蒸肉饼嫩滑的秘诀就是分多次加入这个生粉水。这个莲藕呢我们捞好了个肉饼先切粒摆下去，因为太早切粒呢它很容易氧化。这个莲藕呢去皮之后我们要切开中间那些，因为中间呢可能它都会入了一些泥的，我们将它彻底洗翻干净。将这个莲藕切幼粒，将我哋莲藕加落去肉饼嗰度，捞匀之后咧，我哋加翻少少嘅油。将这个肉饼均匀地摊在我碟嗰度，要尽量摊薄。水滚落锅，大火蒸它十分钟。
我就大火蒸咗佢10分钟。佢依家有少少汁，唔紧要嘅，一阵咧佢会吸翻晒入去噶啦。俾翻啲葱花。淋些少嘅滾油，我呢个系蒸鱼豉油嚟嘅，俾少少落去，嫩滑多汁。推荐呢个莲藕蒸肉饼，佢有啲口感啦，又滑啦，又嫩。